好，下面请您欣赏相声《同仁堂》，表演者李菁、何云伟。哎，感谢朋友们热情的掌声。这回我说，相声专场，一场接着一场。是，这回又该您说了啊，轮到我表演了。您这个形式也是相声，相声是，那跟我还不一样哦，跟您不同。哎，我是唱数来宝的。哦，我呀，姐小也学过数来宝。哦，您也接触过我们这种形式。数来宝讲究三大派呀。那是高王李这么三派，他们的创始人，嗯，高凤山高先生，那是啊，王凤山王先生，哎，李润杰李先生，名字都叫对了，他们都指点过我，他们都教给过您，不错。嚯，您知道北京有个梁厚民呢？啊，那是数个字说吧，啊，我的授业老师啊。哦，您是跟梁厚民学的啊？对对对，那不是外人了。那怎么呢？梁厚民的能耐是我一嘴一嘴喂出来的。咱们单练啊，废话，咱们单练，我也得跟你练呢。现在梁先生对外不提我吧？原先也没提过你啊。哦，根本就不认识，是吗？您这口气太大了，轻视我们这门艺术。我有个外号啊。您的外号是来宝大王。来宝大王，唱数来宝的大王。这大王就是袖珍点儿。这跟个儿没关系哦，袖珍大王能耐坠的是吗？一肚子没别的，都是来宝，一肚子来宝，全是数来宝。看来您对我们这个艺术啊，您把它看清了，是吗？这数来宝不简单。嗯，过去来说，那老先生都是穷人，都没有什么钱，没有文化。哎，这跟有钱没钱没关系吧？那多新鲜呢！出个远门走个远道，住店要店钱，吃饭要饭钱，他没钱怎么办呢？就指这七块竹板哦，能要些吃的来。您说的是过去，哎，现在当然是不要了，艺术嘛。但是这种技巧仍然需要掌握。那可不，讲究三块。哪三块呀？眼快、心快、嘴快。怎么讲？眼睛看，心里边，嘴里往出唱。这是数来宝的规矩。是，您就拿我来说，您呢随便看见点什么东西，张嘴拿数来宝的形式能把它唱出来，是吗？就有这个能耐，就有这个把握。哎，不信的话，同着朋友们的面，随便你给我出个题目，我给你唱一唱。那我可指不定出什么题。哎，你出什么题目，我也唱上来了，都难不住你。哎，那是，那行了，你来吧。眼巴前的什么？唱着这个啊，扩大器。这叫扩大器啊 ，microphone。哟呵，哎呀，见笑，见笑，这能耐见长。microphone， 哎，麦克风，一音到中文里边是麦克风嘛？正字叫话筒，哎，是这东西。您来了这个，唱这个，这能唱吗？太简单了，嗯，张嘴就给你唱上来。哦，啊，您来了这个，来了这个，即兴发挥，那当然了，现编词儿，那当然现编了，那来吧。这好唱，这个好唱，唱啊！这个麦克风，嗯，它是摆当中，哎，要是没电不出声，废话啊，废话，怎么废话？非得通上电，哎，没电这没法出声，完了，太难了，您这个两句就完了，是一个破麦克风，你让我唱几句啊？不值当，费劲。这个题目还得难一点，小快板。哎，对对对对。这么着吧，还有什么题目？我再出个题啊，可以。您看这舞台了吗？啊，为什么这么亮？为什么？灯照的。哦，点着这么些灯呢。您唱着这个电灯，我给您唱这电灯，可以吗？那更没问题了啊，张嘴就来、啊。也是现编词。哎，对喽，来，看啊。这个大电灯，嗯，真叫棒。哎，要是没电它不亮。唱啊，完了，什么玩意儿？合情合理哦。哎，小快板不通上电它怎么亮啊？明白了。对对，哎，还有什么？
您看今天观众来了不少啊。那边坐着两位，那两位是一男一女。哦，这俩人什么关系？又搂又抱。嚯，这都瞧见了，搞对象，搞对象。怎么看见你那么大反应呢？啊啊，那是瞧见你了，没听说过。哎啊，搞对象，谈恋爱，这能唱吗？能唱，先别。这我拿手啊，不是搞对象吗？哎，听着，嗯，这个青年人搞对象，要是没电搞不上。又完了，完了，这您就外行了啊！年轻人搞对象讲究来电呢。哦，来电，那叫生物电。哦，你不懂这。我再出个题，还有题目吗？扩音器，这不是扩音器吗？那边啊，那边那个，那边怎么样？那叫音箱。哦，你们叫音箱，都叫音箱。音箱行吗？音箱啊，啊，没问题啊，也行啊，那更没问题了。啊，那唱音箱，人家搞对象的我都唱。嗯，那唱音箱更没问题。来了一休。啊，一休啊，也来这个音箱，啊，音箱啊，音箱啊，哎，这个大音箱是高档，要是没电，他不响。什么？搁下吧，搁下吧，啊，什么玩意儿啊？您这是？不是您这题目全拿电通着呢，啊，没电都不行，合情合理啊，还合情合理啊。您这个题目不行，您唱的不行，数来宝的要唱，不能唱这个。那唱什么呀？得唱买卖。哦。唱买卖，哎，您拿过去买卖来说吧，一街两巷，哦，商户林立，是是，唱这买卖，哦，唱买卖，什么买卖，打哪儿来的？哦，这都能唱，哎，您行啊，能唱啊，啊，360行，哎，行行都能唱，真的假的？干嘛真的假的呀？咱们逛回大街，可以呀，走回小巷啊，没问题，咱们唱一唱这个买卖，唱买卖铺户。买卖铺行啊，祖师爷也得唱出来啊，那当然唱出来了，这个买卖的来龙去脉都得有啊，那没问题，可以吗？咱们唱哪趟大街？离此地不远，哪儿？前门大石栏。哦，大石栏，大石栏，咱们打这个东口进，对，西口出，可以吗？马路南北都是买卖，那可不，可是咱们一家挨一家，一户挨一户的唱。哦，哎，唱八家，哎，这买卖不能分开了，北巴拉有八家，南巴拉有八家，哎，咱们先唱北边这八家，那可以呀，啊，可以吗？蛮好，蛮好，啊，是您唱啊，是我唱啊，哎，咱俩都得唱啊，一人带着，我带着您吧，啊，我带着您吧，你带着我呀，啊，我带着您唱啊，然后呢，您再带着我唱，哦，咱们再调一个个，我先起头，那我先唱马路南边俩这八家，您唱南边这个，您带着我。一家挨一家，一份挨一份，得挨着呀。那行了啊，那行了，展示一下您这个快板的功力，没问题。咱们俩人打齐了，我是来宝大王啊！啊，是是，别提您这外号了，嗯，啊，来吧，板儿你会打呀？啊，废话啊，打半天了，打半天了，来啊，可以打齐了。哎，来，啊，打不齐让人笑话，那是。咱开始了啊，走走。我您先放一把，放一把。好，这还真不易。我打的板上，你打的眼上，你打不齐，这您没打齐呀，是吗？再来一遍，再来来，哎哎，宝贝儿，别哭了，一会儿就打齐了啊，把孩子都吓哭了。你打不齐，你打不齐啊！这么办吧，啊，你要打齐了。同着朋友们的面，我是茄子，要打齐喽！你是茄子，我是茄子，再来试试，来来，走。茄子，我看谁敢再鼓掌，啊？您要是茄子呀，你也是那长茄，知道吗？你是那圆茄，俩茄子，像话吗？您这是诚心的，啊，咱来打齐了是第一步，啊，这还得唱好了，哎，那当然主要得听唱啊，来吧，您带着我唱，得嘞，您给起个头，我起头，抻出哪个买卖来，我给您唱，那可不啊，走。哎，嗯，打竹板儿。我叫打竹板，哦，我死气白咧打竹板，你把他劈了，
像话，死气白咧打竹板、啊、我溜溜嗓子啊，溜溜嗓子，行溜，哎，我就打竹板、嗯、我就往前瞅，哇，我细留神，嗯，我仔细撩，你猜怎么着啊？眼前来到了大石栏，这个大石栏人不少，有做买有做卖，五行八族真叫齐齐。哎，往这边看、啊、买卖来了，眼前来了一座好买卖。什么买卖？那位说什么买卖？打竹板细留人，嗯，还有过门。哎，眼前这座买卖是个打铁的，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叫什么叫什么玩意儿？您这还来宝大王呢？来宝大王啊！又没折，又没运，又没板，又没眼，这叫数来宝吗？这个那什么呀？那什么那个？啊、有折有运呢。我这是有折有运的。您那什么折呀？您说那是一道折的。啊、我们这叫插花折。什么叫插花折呀？哎，想什么折，只要是好听就往里唱，往里塞，好比上一个花瓶哦，想看什么花往里插什么花、嗯、插花折。我给您重复重复。哎，好比说一花瓶，嗯，想拿什么花就往里头插。对，不知道我理解的正确不正确？什么意思？这不就是想起什么说什么吗？那你理解错误了啊！理解错误了，这里头还有折，这是高难度的哦，这叫插花折。那可不，这是您起头，我起头啊。回头我要起头，我这么唱行吗？我看可以啊，也行，满行。那来吧，来吧，来来来，哎，插花折，走。哎，打竹板儿，嗯，我就往前边儿，哎，哎，来得快，呵，啊，来得巧，嗯，哎，眼前来了个打铁的。这跟刚才那遍又不一样了，灵活掌握嘛，啊，灵活掌握，与时俱进呢。打铁的，对，这路买卖现在可没有了，老买卖了，老买卖，来吧，我给您唱着啊，哎，这个叮的叮，当的当，老君炉里头冒火光，老君炉火光起。先拜老君后拜你，你是老君大徒弟，这个老君爷真占先，口当风向脚当前，磕膝盖打铁整三年，打的老君疼痛难忍，上方才刷下纸一番，刺了你的针，刺了你的剪，刺了你的六块荷叶板，这个四块长两块短的嘛，四块长挡四面，这个两块短有风眼，公鸡毛母鸡尖，来回来去的把风扇，打烧菇喝烧盼，铁锅出在了怀路线，这个绿豆丝儿黄豆条儿，颠儿呀颠儿的打广勺，什么大云眼儿小云眼儿，门鼻儿撂吊铲锅铲儿，哎，你唱的是真不错啊，就是嗓子有点干，你管着管不着啊，我希望你下去印一印、啊、全是废话，哎、啊、你跟着我的走，跟着我的瞧，这还有翘口，眼前又是来到了啊，什么买卖，旁边闪出来，呵，剃头棚，你来来，剃头棚，这个七不剃八不留，三绺青丝挂在门头，三绺青丝这个门前挂，三教九流，他是一家一家人，数一数太白金星收罗祖，这个罗祖又收汉光武，汉光武收过吕洞仙，他给罗祖站过班，勒住了马上雕鞍，罗祖面前拜大仙，先拜罗祖后拜你，那么你是罗祖大徒弟，这个罗祖爷品气高，七月十三得的宝刀，说得刀那么道得刀，这个得刀就在那乐阳桥，乐阳桥万丈高，块块石头能磨刀，上七块下八块，这个当间抽出了两块来呀，操石头磨细石头杠，宝刀磨得明又亮，这个崴开水对阴阳，那么两块手筋，一块方的一块长，这个长的搭在了肩膀上，方的就搭前胸膛，僧剃前倒剃后，回汗两教剃左右，剃完了头扫扫眉，然后就打五花锤，
这个五花锤打了个对，起个名啊叫放税，收了钱入了柜，那么一转身还要一位，甭管他们一位要一位啊，往前走，哎，细留神，要跟着我这来呀，跟着我这走，往前细看细留神，呵，旁边走来了一个人。嗯，这个人也是个买卖人。哦，干嘛的呀？您若问他是干嘛的，嗯，他是做鞋的。您把这板撂下得了，下回您一说那边有一什么买卖，我就唱，好不好呢？那不好听啊，那个啊，你也知道不好听。那不好听啊，这么半天说出这么一句良心话来啊。乐器嘛，您这个卖鞋是光卖呀，还是上鞋呀？啊，又上鞋又卖鞋。啊，这孩子听着买卖都新鲜、啊、前店后厂，哎，一条龙，又上鞋又卖鞋，怎么着，张嘴就来，来，这个二爷二三月三，王禅老祖下了高山，王禅这个老祖真有份，收位徒弟叫孙膑，孙膑爷把身下，这才留下了鞋和袜。孙膑爷起身早，纵身带了那么几宗宝，锥子剪子月牙刀，这个月牙刀亮汤汤，先裁底儿后裁帮，那么四合的叶子整一双。大师傅做活真有样，屁活坐在了马扎上，左一扎右一拉，你这个买卖有财发，扎一锥子过一线，是三年五年不开战。哎，不管他妈开战不开战呢、啊，啊，往前走，细留神，对面来了一个人，又来一位啊！您若问这位是干嘛的呢？他就是开豆腐房卖豆腐的。您就直接说有一豆腐房不好吗？卖豆腐的。一进大街我就表表鼓，我表这个怀来卖豆腐，怀来卖豆腐他占先，后卖豆腐关美然，关老爷不把豆腐卖，世间谁留荤素菜，一个小鱼一盘墨，水中求财更不错，人吃豆腐猪吃渣，你这个买卖有财发，你这个墨两个眼儿，掌柜的没事快豆铲儿，左一匙右一匙戳出豆腐爱死个人儿，什么豆腐丝儿豆腐片儿，买的加了红老伴儿，拍条黄瓜就是凉菜儿。哎，不管这个凉菜儿不凉菜儿啊，这个旁边就是个同仁堂。行了行了，别唱了别唱了，别唱了，别打了，已然到坟地了，你就别打了、啊、我打幡呢是吧？哎，这时令正合适像话吗、啊、什么时令啊？清明节我打幡去像话吗、啊、您这都不像话呀。哪儿不像话？不，咱说好了啊，这买卖得一家挨一家，一户挨一户的。对呀、啊、对呀、啊、您这哪都不挨着？都挨着。旁的买卖咱不说呀、啊、各位也不熟悉。嗯，我问问你，这同仁堂在哪儿开的？呵，亏你还是北京人呢、啊、我老北京怎么还说相声呢啊？同仁堂在哪儿你不知道？在哪儿啊？大石栏里边啊。嗯，路南喽。哦，大门脸儿，是倒下台阶，倒下台阶，明白吗？新改的门脸儿，长知识了吧？同仁堂，长知识了吧？老药铺。嘿，同仁堂旁边有豆腐房吗？有。嗯，有。咬住了牙就这么说啊？不是。什么不是啊？地起根就有。地起根就有。哎，新开的。你呀、啊、甭跟我抬。嗯，你抬也抬不过我啊。这么办吧，这不是这么些观众的吗？都是知音。哎，随便你问问各位。嗯，哪怕有一位站起来说了同仁堂旁边有个豆腐房，我就给你唱这同仁堂。是吗？怎么样？哎，不用问，有有。哎，唱吧茄子。哎哎，起头吧元茄、哎、这俩茄子。走走走、啊、来，有有走。李靖啊，你别忙，眼前来到了同仁堂。呵、啊，总算找上一句来啊。嗯，您可不亏心呐。哎，这个同仁堂那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这个好比甩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上边坐，十的名医列的两旁。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那么你是药王爷的大徒弟，这个药王爷本姓孙，骑龙跨虎手捻着针，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的先生华佗高，这个孙思邈一道高
32岁入的唐朝，正宫的国母得了病，那么走线号墨治好了，一针治好娘娘的病，两针治好龙一条。万岁一见龙欣喜，亲身那么点他在当朝先尊文官，他也不要这个封他武将，就把头摇。万般这个出的无忌奈，亲身赐见大黄袍，这一旁怒恼哪一个呀？怒恼了竟得老英豪，微臣我这个东挡西杀功劳大，为何你不赐那黄袍啊？一把钢鞭拿在了手，手提着钢鞭赶黄袍，这个药王爷妙法高，脱去了黄袍换红袍，这个黄袍供在了药王稿，移民波姓才把香烧啊！你老这个买卖有兰桂，你老这个兰桂3尺3寸3分高，这个一边撂这个压药碾，那么一边供这个炸药刀，炸药刀亮汤汤几味草药，你了先尝先炸这个牛黄与狗宝，后炸槟榔与麝香，桃仁陪着杏仁睡，二人睡的沉香床，睡的三更交白夜，胆大的木贼跳金墙，倒走了水银50两，这个金妈的狗儿叫汪汪，有丁香去送信，人参这才坐大堂，佛手抄起甘草棍，棍棍这个打在陈皮上，打在这个陈皮流鲜血，鲜血甩在了木瓜上，大松丸小松丸，胖大海地溜圆，狗皮膏药贴伤寒，我有心接着药名往下唱，我这唱的名儿个唱不完，我唱的是祝大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哎，不是，哎呀，这阵儿把我累得够呛，亏心不亏心呢？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哎，谁让你使这么大劲来着？光听你这板儿响了。关键是基本功，哎，你看看，亏得我瓷实，哎，要不掉沟里了。不犀利，哎，真正说快板，这是专家，那不敢当。刚才我说一口一口喂梁厚民梁先生，这都是假的，哎，您甭信啊，真有的当真了，您别信。哪位没当真？是吗？哎，真正说是唱快板得听您的，那不行啊，我也差远了，尤其是这个表演，手眼身法步，嗯，你看这个做派，啊，看这么帅气，是吗？啊，看这么帅气，您也瞧出好来了啊。嗯，而且呢敢板惰字，是是是，嘴里头也相当的清楚。哎，我说一句话您别生气啊。啊，随便您提，就是您这个节目啊，啊，会得窄一点，所谓窄一点呢就是段子少一点，您别生气啊，您别生气，因为这分身跟谁比是吧？啊，要跟您比上呢，你差得太远了。嗯，你差得太远了，他窄是要照您那么唱，我是比您差远了。怎么您这想一句说一句啊，这得会多少段啊？不是，啊，不能那么说，那都是现抓词儿。真正说是传统的，哎，有点意思的，见过这个目录的，这个你没有我会的多，这点你得承认。我不承认，怎么说？我凭什么承认呢？该怎么说怎么说。您就拿这快板来说，见过目录的，啊，我多少都能唱过两句，是吗？哎，有那个传统的，我就说的是传统的。濒临失传的，哎，新节目我不敢提啊，濒临失传的没问题，是吗？嗯，那要那样的话咱合作一回。咱们合作一回什么？唱一回。唱一回什么？濒临失传的什么节目？三节百花巷。三节百花巷啊，这个您打在手背上了是吗？我拿手，啊，你可以打电话求助。他打电话我求助啊。你可以打电话求助。像我不用求助，啊，求助那词儿我熟着的呢。嗯，我熟极了。熟吗？哎，怎么叫三节百花香？怎么叫三节百花香？嗯，老三节嘛。嗯，五月节，嗯，八月节，嗯，春节。对，百花香，走街串巷，上胡同里唱去。是是是。哎，哦，就两个角色，一个老头子，一个老婆子。哦，咱们唱一个。哎，咱唱一个。咱们唱一个。咱唱一个，嗯，再分一分人物吧。那当然了。啊，你来什么？我来老头子吧。我老头子吧，因为我像啊，我像老头子。你像老头子，我像老头子。你是，那我就给您来一老婆子呗。你也像啊？你也像，我也像。你也像老婆子？打哪儿瞧出来的？媚气。哟，你也瞧出我媚气来了？媚气，媚气。您来老婆子，来来来，嗯，那你这边来。哎，这边来。你又换过了不是？对对，老头子都这边。那行，这边。不至于，知道吗？不至于。
音量打得出去，是不是？哎，来吧，哎，行，这就开始啊。哎，哎，哎，您那手机搁哪儿了？去，打电话一响你就惦记着那手机。不是，你不是使一眼神让我偷你手机去是吗？谁让你偷手机了？不是那意思吗？我让你叫我，我叫你。哎，你不是老头子吗？不是，但是我是老脖子呀。对，叫我。打长茄。去。您不是让我叫您吗？有完没完？啊，叫老婆子。哦，叫老婆子，就这角色了。哦，那个小名不能叫。哎，多的有这小名啊。走。嘿，我的老婆子。知道为什么拿这个吗？为什么呀？就预备有这手。没劲。哎，有意思。哎，嘿，我的老婆子。哎，我的老头子，嘿，啊，我的老婆子，哎，我的老头子，哎，我的老婆子，哎，我的老疯子。谁老疯子？你老疯子？谁老疯子？就这么一句呀、啊，后台有四句呢。有四句啊？啊，什么词儿？什么词儿？你跟我说干嘛呀？啊，你自己的词儿。人家想听听你唱，听我唱半天了啊，听你唱半天了、啊，没听够，没听够，还打算听？您就说您不会就得了。怎么叫不会？怎么叫不会？啊、会你唱啊。再者说了，我觉得这个角色不适合我。这是您自个儿挑的呀？不是，我后悔了，现在啊，不适合我这个角色。你打算来那媚气的那个？啊、我适合这媚气的呀。可、啊、有一劫啊，只换这一回，就这一回呀、啊哎，不能来回来去拉抽屉。那叫什么玩意儿、啊？是是你来这个，哎，你这叫讨厌了，这个。哎，好，啊，行。还要替你拔创的，来吧，走。哎，我的老婆子。哎，我的老头子。叫老婆子，你跟我走，一到这个大街拜朋友，千千万万万千。千万你别给我丢了丑。哎，还真媚气啊，老头子。不知道过日子怎么样那位啊。叫老婆子，你跟我走，一到这个大街拜朋友，千千万万万千，千万你别给我丢了丑。这是几个老婆子？
今儿晚上打的鸡血了是怎么？叫老婆子你跟我走，一到这个大街拜朋友，千千万万万千千万，你别给我丢了丑。哎，我的老头子，我让这个刘云天一屁股坐死你，你信吗？我跟你有仇啊，是怎么？废话，您老唱这一句啊，怎么着？您后头还有两句词呢。有两句啊，唱啊。叫老头你放心，奴家不是那样人。知道你不唱，就为卖卖卖卖我这身上。这身上有什么可卖卖的呀？不是啊，大街上啊，逛花巷吗？你怎么了？哦，对对，卖卖卖卖身上，得走着去、啊。张嘴唱词儿啊，对吧？别老这个，我逗你玩呢。我让你逗啊，嗯、来走。哎，我的老婆子。哎，我的老头子。叫老婆子，你跟我走。一到这个大街拜朋友，那么千千万万万千千万，你别给我丢了丑。叫老头子你放心，奴家不是那样人。叫老婆子别夸口，给瓶啤酒你就跟人家走。不唱了，爱唱不唱，不跟你唱了，知道吗？啊，干嘛呀？跟人唱没这个。你这是轻贱我呀。我轻贱你？你这是轻贱我呀？那我也太不开眼了。我是谁呀？啊，我是你老婆子。哦，你把我说成什么人了？呵、哦，一瓶啤酒我就跟人走。嗯，太不值钱了。是是是啊，你们扫听扫听姑奶奶我这脾气吗？哦，没有毛豆行吗？快板这真正是专家。行了行了，甭老强调这个、啊、我是特别的喜欢你啊。是吗、啊、尤其是唱这个快板、哦、啊，这叫什么？这叫什么呀？这叫竹板。对啊，又叫七块板。是是是。怎么叫七块板呢、嗯、这两块是大板。嗯，这有五块小板，加一块七块，当间还有铜钱、嗯、对，拿碎的拴着、嗯、节奏这东西不好掌握。是吧？那可不，您刚才打那个叫高派，哎，打法比较简单。实际上最难的是什么呢？什么呀？李派。哎，李润杰。李派，咱们合作一回行吗？合作一回什么？李派。合作一回李派。李派行吗？不，那难度太大了。难度太大了。好、哦，咱们跑台上排练来了。啊，怎么叫台上排练来了？咱们没练过这个。你别不亏心呢、啊。是是是是。咱们来一回啊，咱来行吗？李派，行，这可复杂呀、啊。我跟着您走。别去、啊，别去，合人打。行。合人打。行行行。能打一块吗？能打一块，可以打齐了。那当然了，打但要打不起你的茄子。哎，凭什么呀？刚才我站那边，我起誓也是那边是茄子。是啊，反正谁打不起谁茄子。哎，行吗？来吧来吧，可以吗？来啊，李派是吧？咱可说头了啊，说头了，这颠点是一个是俩，一个俩随便，啊、随便随便。哎，行嘞，走。啊，大伙儿看一新劲儿啊！哎，走，来走、哎。太新鲜了啊！怎么意思？你想当茄子？你想当茄子？你就是茄子命。没有吧？你就是茄子命。我还茄子卤呢，我茄子命。啊，你茄子卤，你茄子卤啊？两下，两下。哎，你说清楚两下呀、啊哎？您这颠一下，我那样下家伙了，你知道吗？这个，来俩、啊，走。还有这么一个，这你没有吧？这有不有也不吃劲。哎，叫什么玩意儿？这叫什么呀？这叫李派。哎，对了，王派又一样啊。王凤山，那你会打吗？会打呀、啊。打齐了行吗？
非得拉着我一块儿打。怎么着？我再来呀，打齐了行吗？来来来，哎，来来。王牌这个可不好来，豁出去了啊，可不好来啊。嗯，走啊，这就一下了啊。能对的啊，看把你能对的，这不算什么啊。最难的就是这高派，高派，高派这样不好来。是是是，就这样吧。啊，我唱两句，您唱两句高派，高派的。嚯，可以吗？这是哪个节目啊？这节目不能告诉你啊，告诉你全学会了。是是是啊，您唱上我听听。下去唱去啊！下去，这同着这么些人呢啊。这玩意儿是越盘越亮。哎，对对对。就跟那个盘核桃那是，是是是，这那也得下去盘去啊，养护这板嘛。哎，舍不得这点汗。哎，这你没有。哎，你还没唱呢。没有。我说的是崇祯皇帝太腐败普天下黎民百姓遭祸灾农民们完了两句半怎么着展示一下还真不错啊，这哪段创造了一个新的曲种啊啊滑稽快板有滑稽快板吗不您唱这节目我知道节目知道是闯王斩堂弟对哎斩堂弟对行再听这个啊还有闲言碎语不多提咱们表一表英雄好汉他的住居这位大英雄住哪家住在陆安府嗯鼓楼大街住在街西有鲁达正在街西站鲁达这就出来了姐那边来了一个惹祸的嗯这个惹祸的不是一个男儿汉他本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大闺女嘿他本是一个唱曲的嘿这位姑娘好鲁达除霸前些日子我刚唱完在这儿拦不住你哈哎还跟您这么说嗯您只再唱一段、嗯、我还能给您接下句儿嚯、哦、啊可把你能耐的哎这没什么这同仁堂你唱美了、嗯、是不是不是啊这不是枪火枪的这儿的吗、来呀、啊、行来嗯打起这个竹板不啰嗦嗯咱们表一表梁山的好汉武二哥二武松替兄报仇杀了嫂发配就往这个孟州挪大堂以上点差界董平薛霸押解着董平他把公文拿在手薛霸的入套肩上搁军界三人上了道翻高山过大河走了些荒田野地高高矮矮曲曲弯弯磕磕绊绊坑坑洼洼的油盐小路烂泥窝这时候正是六月六二武松出汗四过瓢泼这个董平说这六月三伏真叫热这个薛霸说二哥的身上还带着家伙这个董平说快给二哥卸枷锁薛霸说对绝不叫二哥受折磨武松闻听您先等会儿等会儿
武松打店。哦，接上下句来了吗？这都唱好几句了，没听见呢。我就觉得我一个人在唱呢。您认为这个反送开大了是不是？啊，我这唱好几句了，接半天了。哎，听这个，来。在1953年，美帝的和谈阴谋被揭穿，他要疯狂北扫。干嘛？什么呀？这是我们家的节目，知道吧？什么叫你们家的节目？哎，我师傅的梁厚民梁先生呢？齐齐白虎团。我唱的不是这个。你不1953年吗？啊，1953年事儿多了。啊？1953年不假，事儿多了，非得是齐齐白虎团呢？啊，那我听这嘛，美帝的和谈阴谋也出来。我唱了吗？唱了。你有错觉，那你唱的。啊，是不是这个混响开大了呀？还是怎么着？这词儿怎么又跑他那儿去了？啊，谁说头是谁的？啊，知道吗？您就唱这1953，那也是这段。那不是这段。这快板书里就这么一个1953年。啊，你听过多少啊？就传统的，你听过多少？真逗你。知道一个拿起来就说。不是。我这么大岁数，我这么大能耐，我拦您清谈 啊！您今年高寿啊？我20多了，你管呢？20多，你还没有我岁数大呢。就说我这把年纪了，对吗？我会多少，你听过多少？嗯，差得太远了你。哦，您这段不是齐齐白虎团？当然了。那您把它唱完了？对，哼，不能就这一句啊！1953年完了？没有啊，没有，往后唱，后边还有。哎，有就好。在1953年，编，怎么会编呢？那是唱啊，这是作配啊，哦，作配。在1953年，美帝的和谈阴谋，还是这个被揭穿。我说了吗？啊，我唱了被揭穿了。和谈阴谋怎么？美帝的和谈阴谋。要揭穿，就差一个字儿，那不一样。啊，这还是这段啊，要揭穿，不是这段。那您往下唱，往下唱。要揭穿，嗯，他是疯狂，疯狂北窜，霸占全朝鲜。他是疯狂南窜，哪儿都去还啊，霸占阿富汗。这地理位置倒对啊，阿富汗，往下。这是7月中旬的一个夜晚，一个白天，太阳当空照，嗯，花儿对我笑。这个小鸟说，歌词儿也有。什么歌词儿啊？啊？什么歌词儿？这咱小时候那歌谣。这什么呀？那不是啊？不是，不是啊。可得合辙啊，宝贝儿。嗯。啊，太阳当空照，这窈窕辙了。前面是言前辙。我嫌你，嫌你。啊，得合辙。这个小鸟说。又该缩坡了啊。起得真叫早。嗯。呵，地儿都反青了。哇，他一琢磨是清明。插花辙又来了。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的行人他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的杏花村。这唐诗也糟践了啊。在这时候啊，一个炸弹，还有炸弹从天而降，小鸟一见不怠慢，扑棱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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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棱啊，就飞上了天，就飞到了半空中，飞上天的何辙，接那边来了一架小飞机，飞的是真不高，正在天空上来回盘旋。哇，小鸟一见害了怕，嗯，他怕飞机呀，更怕炸弹，更怕捣乱。您唱您的吧。这个小鸟
隐藏起来。哦，这个炸弹，腾的一下升上了天，升上了天。怎么又上去了？这炸弹还能上去？细一看啊，不是炸弹，是什么呀？是弹片。哦，弹片飞上去了。原因是，嗯，炸弹爆炸，这个弹片飞上了天。是，小鸟一见，感情是这么回事儿。您撂下得了，把这个一场虚惊啊！啊，闹一身汗。按下了小鸟，咱且不表。哦，还说说谁呀？咱们再说一说，离此地不远，有一个英雄汉。哦，这个老头岁数可是不小了。嗯，但是他两只眼烟炯炯有神。嚯，还两只眼烟啊，烁烁放光。呵，好似照明弹。嗯，没事儿唱老旦。这个老头嗯，家住在京剧院。啊，那是。没事儿跟胡琴儿练练唱，还把那个月琴弹。哦，这个老汉嗯，他先唱了一出红灯记，又唱了一出乌龙院。反差挺大这两出啊。最后又饶了一出什么戏？霸王别姬。不合辙呀，里边有项羽啊，还有兵丁，有一个京府啊，好像没唱。什么玩意儿这是？后边就没看见。哦呀，这个老汉急一身汗。我看你这汗也出来了啊。编这个老汉啊，唱着唱着想起了炸弹。想那玩意儿干嘛呀？此地不可久战。腾的一下出了家门，嗯，他要到菜市场上转一转。这个老汉嗯，是东瞧瞧，他这西看看，他偷棵松，嗯，顿头蒜。这叫什么英雄汉呢？这个老汉啊，偷菜让人发现了。你瞧瞧人家后边追老汉。嗯，老汉急得一身汗。呵，心了话，以后偷葱可以啊，不能偷蒜，再开新网上偷去得了啊。哎，一句话提醒了这个老汉。哎，开新网可以偷蒜是个好去处。哎，闲来没事儿去那儿看一看。嗯，眼前来到了一个网吧。哦，这个老汉迈腿进了网吧，找了个空座往那儿一坐，是个板凳。哦，板凳有个垫儿。哦，垫上有一个塑料的皮的东西。倒是塑料的是皮的呀，皮洗脸盆。哎，好，这坐在那个当铺那库房里了啊。哎呀，往上一坐啊，他这颤三颤。哦，坐洗脸盆里了。这个老汉嗯，打开了键盘，嗯，按了回车键，按一个回车键。哎，哦，这个荧幕，嗯，荧幕啊，屏幕，这个屏幕若隐若现似闪电，它是真好看。哎，一会儿的功夫嗯，网页出来了。是开心网。嗯，内容可真不赖。有一个姑娘，还有姑娘，她是形象的代言人。哇，大伙儿都为她怎么呀？
喂他吃的，把他喂的饱饱的，怎么弄都行。您说的那是斗鸡吧？那是啊，这个姑娘冲你呲牙乐，老汉呐坐不住了。哦，玩一个倒仰，什么词儿？这是洗脸盆也翻了。啊，行，弄一身水，打一个冷的呀。啊，出一身汗。是。老汉一想，我干嘛去呢？啊，上哪儿啊？别在这儿捣乱呢。啊，他想起了那个炸弹。呵，这个老汉眨眼之间又不见了，上哪儿了？您若问这个老汉到哪里去啊，嗯，咱们下一段里再接连。就这个您还给鼓掌呢？哎，你听见了吗？还没等我说呢，人家提出这要求来了啊。我没听够，要求您把这段传统的节目，你看由头到尾一句不差。嗯，您把它唱一遍。行，哎，没问题，听见了吧？唱不出来你是茄子。那位说的，嗯，在1953年，嗯，美帝的和谈阴谋要揭穿。头一句，他要疯狂南窜啊，霸占阿富汗。这是7月中旬的一个白天。对，是这词儿。老汉他要到开心房里。等会儿，等会儿，这老头怎么这么早就出来了？应当谁出来呀？应当炸弹出来啊！这玩意儿就是一次性的。去你的吧！